手的拍下来，啊，佮倒来拍手的拍。带动双脚无法行走的叶贝贝，做手不运动，难得的是，慈济志工身旁的这些人，居然都是孤三一能促进班的高龄学员。我高十一岁，即个孙仔、孙姐哦，伫做这代志非常好，互人安尼有一个生理安慰啊，我家己嘛是感觉足欢喜啊，阮厝的人嘛是足赞成讲我安尼。 会当来遮，出来行去共关怀吼，我也感觉足幸福的，会当安尼较踏出的，安尼吼，感觉足欢喜的。慈济古山艺能促进班成立两年多，慈济让上课长辈跟着仁义会医师走进社区，让他们转换身份，从学员变成访视志工。我们把我们的这些长辈们组合起来，然后去关怀这一些失能的这一些。 老人家同样都是老人的一个状况之下，更加肯定他们的那个价值。行动艺能班启动，让长辈发现，只要愿意踏出去，自己也可以像志工一样去关怀别人。大家都很开心，更期待下一次的访视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庄春菊、黄玉霞、林辉煌高雄报道。